咱们会不会被他们看见了？大叔，您放心，我们总署会有证，那两个瞭望哨早被他料理了。这就好。 崔大当家的，哎，请起。我师父说，待会儿他老人家做法事的时候，你寨子里的弟兄都要待在自己的屋里，千万不能出来，以免冲犯神灵。传干的命令，一会儿大仙做法的时候，弟兄们一个个给他待在屋里，不准出屋。 谁敢出来，俺那把他肉窝子敲了。站岗的弟兄也不行，都要待在屋里。保护站岗的，去吧。得令。请太太出来吧。俺太太她现在不能动了。哦，你放心，我师父一上山，她的病就好了。 只有这么深啊，俺去找。哎哎哎哎，不用找，一会儿他自己就出来了。打起精神，等信号一来，咱们就往上上。 抓紧查齐，哎，您放心，立马就好。哎呦，哎，这悬崖下面挺深，我跟你说啊，别给我磨蹭，耽误了功夫，挖你心。哎，快看，山神也显灵了。什么？山神也显灵了？哪儿呢？哎。 这就是信女满天红，你赶紧给洪老板做法祈福吧。哎，张老君，快！众生退位，众生退位，众生。 大将，众神退位，大将归位。
神来啦，崔当家，我师父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大神在位，众生回避，俺不能走啊，俺媳妇儿在这儿。去鬼！哎呀，回避！回避！快回避呀！我他奶奶的，听不懂闲话呀！你们，给我滚！回不去，快点！山神爷来了吧？我就说嘛，我师父一到，马到成功。不是，弟兄们从屋里出来了吧？不是，不是他娘的什么？啊！小心冲撞山神爷！哎，你娘的，别动！别动！哎呀，我说崔老黑，这回你没法再获胜了吧？小外甥，你转个弯坏眼，就说俺崔老黑迟早的要喝他的活脑子。你这个肉果子，你别高兴太早。哎呀，我的亲娘救我，我真怕你把我当成肉果子。哎，不过这回好，你就会成为老百姓的肉果子，把你给撕吧。走，快走，看好了。王大哥，你现在不行医啊？我要是行医，怎么能救你啊？他现在是我们虎骑军的总指挥。弟兄们，爆头寨我们是拿下了，可是其他的几个山头还在土匪手里，不能大意，要多加戒备。总指挥，眼下咱们把爆头寨占了，牛头固、白头岭、狼嘴峰、耗子崖这几个山头上的土匪怎么对付？让弟兄们穿上崔老黑手下的衣服，挨着山头去拜访，我就不信拿不下来。好，我这就下来。大当家，快跟我走。怎么是你们？怎么跑出来呢？我俩一开始就看这伙人不对头，先藏起来了。千古面案啊！山神大老爷，保佑俺呀！先别说这个了，快走。好，快走，快走。老黑会回来。韩元兄，您这主意是真高，拿下爆头寨，虎骑军啊，终于有了自己立足的地方了。嘿，
我们不光要立足，还得干点大事儿。王大哥，王大哥，哎，洪老板，天后有事相求。慢慢说，慢慢说，请坐。王大哥，崔老辉杀了我洪家班27口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亲手杀了那个禽兽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出事了。啥事儿？崔老黑跑了。跑了？刚才我查哨时候，发现看守崔老黑兄弟都死了，崔老黑不见了。那寨子里上上下下都查清楚了？查清了，连根毛都没有啊。这就怪了，这寨门始终没有打开，难道他长了翅膀飞走了？快，你多带些弟兄，豹头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查仔细了，他可不能跑，他跑了那就是后患。哎哎，胡老板，哎哎，胡老板，这破的门楼，回头找人给我修修。门面，门面，这么破的门面，我这县长的面子往哪儿放？县长，我马上找人来修。这破椅子怎么做呀？明天给我换去吧。是是是，我记下了。我不当旅长，当县长，你这副官头衔也该换换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，一个县设一个县长，一个秘书，下设4个局：警察局、建设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，那这个秘书肯定是你当了。是是是，我除此之外，你挑个局长干干。旅长，不不不不，县长，我是一个军人出身，我还是想选一个跟军人有关系的。这还不好办吗？警察局长就你干了。多谢县长大人。咱们要对付王怀元，要把队伍尽快拉起来。县长，原来金水县的警备大队装备太差，人员也没有战斗力，我看呐，咱们得另起炉灶了。这个我早就想到了，临来的时候我跟金界几个老弟兄打过招呼了，让他们帮我物色一批连排长，再雇佣一批退伍老兵。这年头只要有了钱就能把队伍拉起来，只要拉起队伍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是是是，那这样一来呢，佐藤先生给咱们的那笔经费可就起大作用了。这就叫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把这几个伙带下来，给我换上军用地图。是，来来来，摘。哟，洪老板，你醒了。洪老板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啊！这个呀，是总指挥让人给您熬的药，您快趁热喝了吧。
真是麻烦您了。您客气，客气。先生，您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丁，丁武，虎骑军二大队大队长。丁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这说实话，咱们还是老相识呢。此话怎讲啊？您忘了，那年元宵节，洪家班在兖州演了三天的大戏。兖州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在那儿演戏过。我呀，是特意赶定的，三天的大照。董和渊，穆桂英挂帅，《霸王别姬》，嘿，尤其那《霸王别姬》，绝了！霸啊，力大山兮气盖岩兮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？丁先生，我看您说的呀，比他还好呢。我叫一柴头子。胡老板，您那戏演的是真好，真好听。谢谢。您要是不嫌我这柴头，您有功夫就给我说两段。您要是真有心学呀，咱就找一个时间商议商议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好。怀远呢？啊，这不刚拿下爆头寨吗？这外边一堆的事儿，这忙着处理呢。他呀，就是这个操心的命啊。是。叫声他了啊，哥，啥事儿？我这几天呢，他也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就我这总琢磨，您说这洪老板，这……哎呀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咋样能安排洪老板。嗯，你说让他下山吧。他一个亲人都没有，戏班子就被崔老黑给灭了，啊，孤苦伶仃的，让他投奔谁去呢？让他留在山上吧，可咱虎骑军呢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一个姑娘家的也的确不方便。就是说呀，哎，我这刚才呀想着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啊，那你说说。合计合计啊，您说啊。咱虎骑军啊，平日里除了操练就是行军打仗。你说这一闲下来，这弟兄们啊，什么推牌九啊，赌赌闲，耍耍小钱什么的。你说，我觉得呀，咱们倒不如啊，搭建一个拉魂枪剧社，咱们可以跟胡老板一块票戏呀。对呀，哎，当年在西北军，我们冯老总就要求各师组建业余京剧团。那个弟兄们的空闲时间呢，就都有事干了。哎，军纪也比其他的部队要好多了。就是说，你说这么一来，这洪老板就可以留下了，对吧？咱们就可以跟他一块儿玩玩闹闹，这多好！哎呀，好好好，我没意见。太好了，好哥。哎，哎，老师，恒哥，有啥新情况吗？恁的那个老冤家又找上门来了。老冤家。田大棒子呀，这小子也到进水城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个王八蛋是跟咱较上劲了。嗯，好吧，开饭馆不怕大肚汉，
他既然来了，咱就得好好招待他。刘守卫，哎，我按照你的吩咐，带着弟兄们挨个拿下了牛头骨、狼嘴峰、白头岭、耗子洋。好，三哥，俺们办的崔老黑的人，让俘虏带着混进寨子里，等他们明白咋回事的时候，枪早都顶上来了。他们听说豹头寨都给拿下了，谁还有心思抵抗呢？干得漂亮！哎呀，只可惜让崔老黑这个王八蛋跑了。嗯，他跑得了初一，跑不了十五。早晚他还得回来。孙王子，啊，今天你咋过来了？常大叔呢？啥常大叔？我在这就听我的，干活。哎，好嘞。今天这大皮刀怎么在这儿呢？他不是副大队长吗？甭提啥副大队长了，上次他欺负老乡家的闺女，总指挥揍了他一顿，还把他的官给撸了。现在他什么都不是。是吗？我说四毛子，你这整的啥汤啊？这汤连口都不喝。嫌难喝？你甭喝呀。哎！喂，喂，这啥东西？这是？奶奶的，大热火提着脑袋瓜子干虎蹄军，你就整这主食给大伙吃？你给我捡起来！我告诉你，就这东西，咱都得省着吃。总指挥都吃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你凭什么不吃啊？啊！你现在什么都不是，你牛什么牛啊？你给我捡起来！我捡了，我捡你个头！我捡你个头！我去，我去你！奶奶，我你我去！总指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啥事了？大皮刀把四毛子打背过气去了！又闹事儿，走。总指挥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他差点没打死我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扶他休息。总指挥，这四毛子整这主食给大伙吃，这是人吃的吗？不是他，是我，是我让大伙吃的。牛火，你冲我来！眼下队伍缺钱呐，穷的是叮当响，老百姓也遭了灾，颗粒无收，能吃上这个就不容易了。有劲没处使是吧？那好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到伙房劈柴挑水，这些杂活你全包了。来，欢迎来，欢迎来！哎，把关老爷请上来，来来来，给我，摆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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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放好了啊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别擦屁股！来，这个拿过去，王爷，啊，这儿，好，这儿，那个往那边，好，再往这边来点啊！好，来，过来帮一下。好，把这拿过来。东荣兄弟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咱们虎骑军的弟兄来自四面八方，全凭一个义字聚到了一块儿，现在又改成了聚义堂。这名字改的对了，没错。您看啊，当初水泊梁山有一个忠义堂，嗯，如今咱卧龙山豹头寨又来了一个聚义堂，这都是响当当的名字。是啊，是不是啊，弟兄们？是。啊，丁龙兄弟啊，带着兄弟们操练去。好，来，弟兄们，走。走，走，走，来，走了。总指挥，哎，新加入虎骑军的弟兄们训练的怎么样啊？训练的不错，弟兄们劲头都挺足的。可是，可是啥呀？这新来的弟兄没枪啊，这都扛着木头棍子在操练。没枪，这不就瞎捂着吗？这事儿啊，我知道啊。半个月前，我们收编了崔老黑手下一部分人，这四里八乡年轻的后生又加入了不少，
队伍是扩大了，可是这枪，三哥，算上咱们缴获崔老黑的那些枪，加在一起，一共才也就700多支吧。看来得花钱买呀。嗯，这回位置倒是准了，就是力道还不够。哎，力道不是力气，你想把我的腿杵折了吧？兄弟，哎呀，我说老方，你咋还下地了呢？哎，来来来，快坐下，躺会儿，躺会儿。哎呀，那个掐吧掐吧，身子扛着躺这么久，这屁股当然就快乐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说，说，咱们虎骑军现在是缺枪缺粮又缺衣，总指挥，你打算咋办呢？卧龙山有句老话，一个铜板难倒10条好汉呢。我算是尝到这个滋味了。嗨，兄弟，这活人哪能叫尿憋死？你早说呀！哟，这是胡七军早年劫的政府的一批黄货，这几年瞎折腾，就剩这么多了。老冯啊，这可是救命的钱呐！我知道，这些不够，但如今又增加了这么多兄弟，这哪跟哪呀？不过我知道有批黄货，那是梁启主他爹早年留下来的。听梁启主说，是不到万无得已的时候是不能动用了。具体什么地方我也说不清楚，好像是在梁启主的金牌上面。那块金牌我见过，没有啥特别的地方。总指挥，那咱可得好好琢磨琢磨了，就指望这金牌找了。芹菜呀，最近真是辛苦你了。嗨，看你说的，总指挥让我照顾您的日常生活，这点活不赖。哎，芹菜。哎，我听说啊，这山上最近是又缺钱又缺粮的呀。嗯，不过总指挥说不让咱们姑娘家跟着一起吃苦。那可不行。咱们呀，得帮他们分担分担。分担。妹子，你这是？王大哥，我听丁大队长说，你眼下正为咱们队里缺钱少粮的事儿犯愁呢。我们这拉魂枪里啊，有那么一句话：世间莫若修行好，天下无如吃饭难。哎呀，我正是为这事发愁呢。这个呀，是我爹当年给我留下做嫁妆的，现在我把它交给您，您看哪儿需要啊，您就用在哪儿吧。这哪成啊，我们一帮大老爷们儿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王大哥，这是我爹当年在金银楼亲手为我定做的，那可是百年老店呀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我跟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，我满天红现在也是孤苦伶仃，也没有什么亲人了。自从你把我从崔老黑手里救出来，我就跟定您了，这辈子我也不会跑码头了。您要是不嫌弃我，您就把我留在虎骑军，洗衣服做饭我不行，可是平时我可以跟兄弟们唱唱戏，帮他们解解闷儿啊。那当然好，我巴不得天天听你满天红的戏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这就算我的入伙费了。好吧，妹子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先替弟兄们把东西收下。好。哎，你刚才说那是啥楼来着？金银楼。
金银楼。大片儿一特异人物，像这个，像这个，别动，开灯。怎么了？拿什么东西？拿吧。我可管事那小子，你怎么看？那么小心。没错，他以前就在独立旅营房门口站岗，我认得他。这小子怎么跑到金水县城了？肯定是跟田大旺一块来的。麻烦，他认得我。那咱怎么进城啊？山上已经没米下锅了。今天我无论如何也得进城。炸油饼的油能不能卖给我？客官，我只卖饼，不卖油啊。你买多少？就来这一葫芦吧。这两天怎么样？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就是脾气大了，总待在屋里，他也不出来。老待在屋里哪成啊？您让弟兄们守着后院，不让小姐出后院半步。他一赌气啊，干脆不出来了。你带着几个弟兄陪他散散心。县长，过两天是您五十大寿，要不这样，明天呢，我陪小姐上街，给您买件寿礼。买寿礼？其实啊。就是让小姐有个事儿做，不至于那么闷。你看着办吧。哎，她开心就好。好，看住了她啊，别让她跑了。她知道王怀远在金水，那还了得？是，知道了。那我去了。眼睛给我瞪大了啊！站上去，给我查着。给我打开看看，来，支持的快点啊！快点，站住！二位客官，想要点什么呀？是金六的还是金镯子呀？是自己用还是家里的女眷用啊？我们不是来买东西。那二位是？我们是想问问，这家银楼哪位金匠师是最好的？哎呦，二位客官倒是很少见啊，不买东西反倒打听金匠师。我们开银楼的没有这个规矩啊，抱歉，您二位自个儿先看着，啊，恕小的就不奉陪了。刘师傅，
这刚才啊，还柜上来俩傻子。哎，他不买这金货啊，他光给我打听金价。哎，你说是不是神经病？是有点神经病。你要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让你这个金店变成铁匠铺。我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哎，对，那个刘叔，您先把手里那活先停一停。这个有两个客官来找你，那个这我们这刘叔啊，不但是我们这金银楼最好的师傅，也是我们这个金水县最头一份，有什么事您问吧。刘叔，哎，好说好说。我这儿有个物件，啊，您。我问的不是成色，也不是工艺，啊，那是什么呀？您看看这个物件有没有特别的地方？看不出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那你再给好好看看。实不相瞒，我干了40多年了，这个金货经我手里太多了，从这物件上来看呢，没有什么其他不同的地方。也就是普通的金牌。伙计，夫人，慢点。哎，从来都不喜欢金银首饰，你带我来这干嘛呀？小姐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你看啊，咱爹呀要过50大寿了，我想定制一个金寿桃作为给他的寿礼。这主意是想好了，可我不知道定什么款儿呢，所以就请。这么小的事情你自己定吧，我不用管了。哎，小姐，这都到门口了，就进去看看呗，好吧？好吧。看好了。小姐，您先看看。你们老板呢？老板，有客人。前面那柜上还得支一下，我过去一下啊。有点轻啊，怪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店里进来两个土匪。什么？个小毛贼把你吓成这样了，啊！他们有家伙，有家伙，枪。小姐，两个毛贼有家伙。素儿啊，你千万别怕，有病才在。快点，把小姐带出去。把他们撵出来，我掐死他！我害怕，怕什么呀？快，别，我去，有点轻。哦，刘本强来了，老了，快走，好了，不行，哎，谢谢。你们他娘的是怎么当的兵啊？都见人了还不下手！
你们他娘的让他们把小姐抓跑了，还要脸回来见我？王辉远这小子太狡猾了，我没想到他是人不是啊？为什么不早点开枪？我想开枪啊，都布置好了。看站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追！是，给我追！不把小姐给我追回来，我他妈要你们的命！ 豪情冲天岗，男儿应笑别爹娘，齐鞋在沙场，拼的是钢铁，拼的是脊梁，一根青春升刀枪，寸土都不让，哎哎哎哎哎哎呦！ 天地。